天深夜，周刊即时新闻刊登三名孩童失踪，警方至今未公开说明案情。脸就总爱迟到，天师放假三飞时间，脸就动业。其实有动作事情，还堵到交通不良，有交通错误的限制，按用长期累积下来，脸就都轻易有可能会变作比较新闻的主角。我认为每一个人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他都有很多的压力，喜怒哀乐他都需要有地方可以发泄，有需要有地方可以分享。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很坦白的去跟人家分享我们的一些情绪。明天一起去了园这个戏，是以三个家庭、三个小孩为基础，三条线下去发展。他是在讲现代家庭最欠缺的就是互相理解与沟通。咱不要是风吹啊，狗你吹啊，风吹，狗你吹啊，风吹。你敢哈讲狗你吹嘿？嗯，好啊，狗你吹。爱秋迪，俺妹的称号是狗你吹。其实这部戏主要的是在探讨现在都会的人的一些病态 的事件，它包括你生出来的一些家庭问题，包括在小孩子的照顾方面，不管是各个行业里面，对小孩子基本上都是疏忽的，疏于照料的，都是用金钱用物质去满足小朋友，完全少了一份关心在所有的小朋友身上。一从贵校好同事蒋恩穿起三只唔相识嘅家庭，沿开各只家庭讲唔出嘅秘密，其中派头嘅异性家庭，两公婆都系成功人士，背后肯定长期对拉嘅奥斯卡嘅唔充实。我在《明天一起去乐园》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 Matt 杨书亮，然后他是一个医院的外科主任，爸爸是院长。然后这个角色呢，因为背负了家里面很多的包袱，所以对于自己长大以后想要过的生活，其实就是按照家里面的期待，也是一个蛮压抑的。走心人吵架了没？吵架了没？怎么办？我家己叫奶奶乱讲，黑讲跟闹下去，每到演盲眼平间讲唔得，演戏也要紧来紧手，你唔想安尼错无？当然应该向法务去处理，唔许硬出面。接到家属请买清风砖，保护免来遇到唔好啊！唔准唔滴，接到家属的蠢事千多，喊你明仔来新闻通，听从家务去，紧讲嘛。讲嘛个？也唔是冲凉啦。遇到讲嘛个？遇到老媒体讲，唔许无疑的，又唔同理心的医生，难怪家属唔想看伊来个啊。他有一个妻子。然后长得非常的靓丽，工作能力很强。放下你们这些人在这里，我真的不放心，所以从今天起我就回来工作了。但是两个人仅止于就是很表面的沟通，并没有沟通到非常深层心里面的部分。姚总，你放心，今天的 rehearsal 很顺利，媒体呢我都发好了，明天的发表会啊绝对精彩。新长公有大部分你有没吃？那咖啡没放片。古早唔免冇吃，迄条丝唔吃。杨叔亮，唔冇闲，俺咩都冇闲啊。俺想去上网，你做嘛计唔关心奥斯卡？俺亲你嘞，我爱娘诶。冇娘诶，俺想去提醒，冇唔记得。你是奥斯卡给阿妹。我当初已经说过，我不想要这么快生小孩，是你坚持要生的，是你让这小孩受苦的。维尼，他最 care 的就是他的工作、他的事业，可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搞得很大，导致他跟 Matt 之前其实已经很紧绷的关系，可是因为这件事情，全部都跑出来，就必须要去触碰到很多跟 Matt 的一些情感上的问题。莫搞插书管奥斯卡的事情，奥斯卡的事情爱来管。爱黑假眉，嘿嘿，唔笑嘿。好啊，
爱弟，生硬的，唔就气家教。以后奥斯卡发生什么事，叫学校不用通知我。阿嫂，我就是奥斯卡的姑姑，也是全剧里面所有小朋友的美术老师。就是小珍跟奥斯卡的在家里面的感情是最好的，就是。其实很像朋友吧，就是小珍对待 Oscar 的方式不会是把他当小朋友看，就像朋友一样会谈心。哦，很像是 Ben 哦。啊，这片有一点点 ice cream 买一送一 ，Oscar， 屁股不会痛吗？看着他跟 Winnie 两个人的婚姻状况，很想帮忙些什么，但是很无力吧。你老爹地发生什么事啊？我们这个家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都只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让小孩子产生的一种疏离感。奥斯卡的同学小凯，苏到阿妹运气百分之百的通宵老报复，不过运气报复的不是面条上的妹。很难熬一仗，做出小事的报备。他的生命经验里面有一个丧女之痛，然后他并没有从那个痛苦里面走出来。刚开始的担心，我觉得是一种害怕失去，因为他曾经失去过一个小孩，所以他会更加的保护小凯。有一条的专访是台面后的，这数唔得啦。专访要紧，还是妹要紧啊？无安样好咧，诶，计因好个，诶，你就留去录听，哦，安排就莫去咧，做得无？做唔得，安尼哪有时间练啊？诶，做得其他个时间练啊？其他课就不用带去电视台，其他个时间就去下功课，哪有时间练啊？迄个因为唔记得莫重要个事情，害小凯考唔高，唔爱硬要去做钢琴老师个妈妈面皮不用去耐。哎呦，做得啦！给小凯按赞。我在补教界是非常有名的名师，所以补习班开了非常多家连锁的，事业是越做越大。本来我跟我老婆是一对，应该可以说在同事或是家人的眼光里面算是非常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妻，但是因为第一个小孩子的意外，军旗呢，他就因此对这个小孩子的死一直耿耿于怀。后来我们决定再生第二个小孩，就是叫小凯。我跟我老婆军旗的关系也就在第二个小孩子出生之后就有了巨大变化。小凯第二个女儿等于是第一个小孩子的替身，所以我也一直都没有戳破他这件事情，就让我的老婆勋奇活在他自己的想象里面。因为我觉得郑雄的这个角色他不得不的做法，这是一种溺爱。你现在在做什么？小孩，小乐，不好吃呀！妈妈，还唔买小乐了？哎呀，不好吃呀！妈妈，还唔买小乐啦？小乐。哇，丽文的话，其实它是一种很标准的，我们讲客家人的母爱。夫子，拿出来呀！我没有离婚，就没有办法摆脱掉我的噩梦。什么是真正的撕裂人心？什么是虚情假意？你把我叫成小乐，你知道吗？原来小凯卖小乐很低嘛，小乐心很低嘛，小乐心也心很
有两人因为留咱我一般穷族家庭，就会得到幸福。不过咱去读到老熊熊无穷用的盘，婚姻就像没有早起吧，难越早。奥斯卡了小凯的好朋友夫子，加个阿妹李文，就是一只早到起吧的美味。这部戏里面设定丽文，她就是一位，可能比较早婚、早进入婚姻的一个带着两个小孩子的年轻妈妈，一个10岁嘛，一个6岁。那旁边这位小公主呢，就是我郭丽文，她在剧中一直很呵护、很呵护的小女儿。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好，我是葛爱。我的老公叫做傅志良，他是一个很爱读、很爱读、没有责任感的父亲。哦，夫子娘啊，这种酸情到你呢，资料有采访。喂，不要再装了，钱拿出来啊，赶快把钱还给我们呐！这给我的钱，听来，这给我的钱，听来。算了算了，我看哦，还是报警好了啦。嘿呀，报警啦！我觉得傅志良这个角色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跟我以前过往的形象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对，我可能会去碰。对于我这个家庭来讲的话，我的老婆丽文的话，其实她是一种很标准的，我们讲客家人的母爱。她对小孩子的不管是教导，或者是说对家庭的韧性，我觉得她展现的就是一种客家的精神。那志良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一个，你可以讲说他是很投机、很小聪明的人，但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很有谋略、很会算计的一个人。因为不见得了，傅志良，要封建一号哈。嗯，唔好吵。好了，没事没事。天发某家某要紧哎。没要紧啊，动手都给冲爽啦。一次大天发来哦，一腿真系醒的腿了。今天礼拜六呢，太家出来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啦。安尼哦。哎，有了有了，没关系，关机关机。哟，拢系叫咩带劳累呢哈？哦，没啦没啦，一个哦，应该是哈夫松来的呀。其实101地杯哦，有一只潘公室，然后佮总奉啊，佮董忠义哦，就送来遐去做纪念啦。哦，安尼佮董先生哦。志良他选择了一个我觉得比较不好的欲望，就是他选择了赌这一方面，所以其他范围不管是对小孩的亲情、对老婆的爱情，我觉得他其实都涵盖在里面。但是可惜的是，他被赌的东西压下来了。今天这一场是我们就是拍了大概有一个月吧，然后又重新回到丽文的家，然后第一场我就要跟傅志良又要大吵。你让他出来啊！我要过去。对啊，对对对对对，也不知道你通干啥呀。很难，今天这个不难，因为傅志良已经到那种鬼迷心窍、财迷心窍，然后他是非不分，只有他的道理才是道理那种。那遇到这种人，更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他只会用很难听的话，你这个人说好是重要呀。然后我无法招架，但是我很生气，我为母则强。这场的重点就是为母则强。夫子，拿出来呀！怎么给你？你还不准偷拿来？有没有清楚呢？要不然人家来就不进来哦，那家就会请，那很紧，不然一旦淘汰啊。心伤，真给我骗嘞！你做啥？逃不得啊！
子这个儿子他是缺少了父亲的东西，所以他父亲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英雄，就是一个没有缺点的，所以我觉得太无力了。然后我儿子离我越来越远了，他的心离我越来越远了。阿爸，唔见你很懂嘢嘞，莫关心佢，阿妈见真系痛过苦你哦。你系咪个歹徒啊？我冲阿爸，老阿伯都冇你张口面黑嘛？我系阿我好好讲，张伟本莫太莫死。那老阿，你当初是咪讲啊？我出事也没不能打不能骂哟，我全都阿爸我绝对没做。夫子，夫子，夫子，夫子。我觉得傅志良对我是一个噩梦，因为其实这部戏他完全就是遇到傅志良，他就是有如龙卷风一般，就是唰就甩过，然后两个人就是争吵。所以傅志良对我来说，我没有离婚就没有办法摆脱掉的一个噩梦。三十家子都有七家公出的秘密，彼都给解释重案，无办法解释的谜团。罗杰成立的警察开始调查，就会相爱，让真相揭出来。哎，莫安娜哟，莫安娜哟，莫安娜，住手！警察打人啊！很脱离一般大家对警察的想法。哦，那他又不是太故意搞笑，因为他有自己的坚持，他喜欢追星，那他心中的女神是郭雪芙。哎哎哎，怎么样？雪芙，哎，你，雪芙，哦，爸爸，哦，他会在他的身边处处都充满这个偶像，然后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因为这样子跟他认真办案，就会有一些冲突，然后就有一些很荒谬的喜剧发生。警官，请问你剪的这个跟爱情有关吗？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这整个剧本里面的案子呢，追查《红楼梦》的时候，可以查出一些真相，就是因为他的坚持。这台电视确实是上个月。那你怎么会记得他？《红楼梦》这个角色是一个外表22岁，但心智年只有12岁的一个小男孩。他其实是一个很忧郁，但是而且不善于跟人家讲话的一个少年。但他其实心思其实真的很单纯，他只是有一个目标，他想要去乐园，那想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一部喜剧对三十四年的开始，带出一连串的风波，还有太人性感度无暗的一面。对三位天宇扮演出重要角色的饰演员来讲，是动态的挑战。主要的是三个小朋友的戏非常重，因为他们是衍生故事的一个三个主角。我们后来大胆的启用新人，是因为我觉得是因缘际会，就是我们办在客台办了一个小孩子的 casting， 就是大家来试戏，大胆的启用三个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演戏的。那其实在拍摄上面其实蛮辛苦的啦，我丢了很多功课在这三个小朋友身上，从一开始的 casting 到最后的杀青，其实他们进步的程度非常大。对我来讲，这三个小童星是认真的，是努力的。我的个性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开朗，不会像奥斯卡一样感觉很沉重，就是要藏那么多秘密。然后妈妈就有教我说，你在这里要怎么做，要怎么去表达。导演也有帮助我，然后我也很谢谢导演。我是这样子看这样子，就是你很急的，爸爸已经在外面等你了。好，您再一次来。再开心一点，再开心一点哈。导演也有告诉我要如何演这个角色，然后告诉我这个角色他的个性，当时的心情是如何，他就演一次给我看，然后我懂了之后，就把导演的演出来就 OK 了。这个啊，不要啊就下去。
最后的下去做这个。在才艺发表会的时候要对妈妈大发雷霆，就是因为我平常不会对别人这样子，就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比较困难。你不是，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你知道我根本不喜欢吃高丽菜吗？你这样讲的睡前故事都很幼稚吗？你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穿洋装吗？你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弹钢琴吗？还有，我是特意把我叫成小乐，你知道吗？俺是小凯妹小乐，你低吗？小乐是眼低吗？小乐是眼是眼低吗？低吗？一个心里面受伤的小孩，他会怎么样表现？他会怎么样说？一个人的大人的情绪被逼到底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的表现？什么是真正的撕裂人心？什么是虚情假意？这部戏的二十集剧本，从一开始开始写剧本到结束，它都有两位顾问医师参与，一位是邓慧文医师，一位是刘昭宇医师。这两位医师他会在剧本当中帮我们看每一个情节跟每个对话。在一开始跟两位医师开始在谈 character， 在谈角色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从两位医师告诉我们的他们遇到的个案的故事跟举例，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还要更残忍。真正发生在身边的才是最血淋淋、最痛的。我希望看到这部戏的任何的观众，他愿意去检视他自己现在遇到的问题，他愿意敞开心去跟任何人说心里面生病，他就是生病，他跟手刮伤、骨折一样，他就是应该看医生。那我就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